当代艺术的视角或理解。那这次的展览非常非常丰富，我们这个热情的邀请我们很多很多好朋友，在特别是在我们新春这段时间，能够到我们美术馆来参观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个丰富的视觉的想念。那我要祝福我们这次的这个是大展，能够顺利圆满成功。那同时也这个机会向大家这个拜个晚年，这个祝福我们在座的各位好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虎年行大运，特别要祝福大家健康平安。这一系列主要就是描述巴黎啊，然后其实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写生，因为我们一般写生就是到那个地方就画了这样子，因为受到场景的感动。可是我这个比较像是回忆，因为这是一种有点像说，我们过了几年之后，我留学回来之后，我再回想看这些场景，再去回想再去画，然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，是跟比如说受到场景的感动又不一样。因为我在画的时候，我又感受，我又回想到当初念书的辛苦啊，然后后来回台湾比如说就业啊，然后教书啊之类。一些回忆这样子，然后我只是借由这个巴黎的这个场景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念书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是学习在吸收，可是呢，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在蓄积的时候，然后那是我回忆，我觉得回忆最丰富的时间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把这一系列画出来，然后也展示出来这样子。你是土人的，是吧？